唐妹，大家好，我系唐妹，我系唐妹，黄珊怡，唐妹啊，佢带嚟嘅作品叫做《明天地图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唐妹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，即系唔使自己喺度啊搭石仔咁样嘅，可以实践出嚟嘅，可以实践出嚟嘅实践方法就系你都可以搵人帮下你噶，你唔好觉得条路净系你一个人行。呢、这個地圖上面很多人嘅，另外就是明天地圖咧，都被選中咧做啊做呢一個貝茲基金嘅慈善機構嘅一首主題曲啦。關乜事咧？關，絕對關事。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《風騷快活人士》段落嘅《風騷職安劇》，今個星期嘉賓有佢。超市工作安全要小心，搬货运货摆货莫分神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妹。好快啊！你话快啊！好惊啊！即刻。就让大家来期待一下。来期待什么？就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妹。唐妹好，太好听了。对，太好听。但我听说下一首歌更好听，所以就是明天地图的明天更美好。我觉得会为很多可能迷途的人都带来一啲嘅正能量嘅。你要紧，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。今集《名人启示录》请嚟嘅嘉宾系歌手唐妹。因为其实我在 MV 入面是记录一个自闭症小朋友的成长，活力开心。因为每一次其实童真同佢倾偈都是有一种正能量的满满。呢部船咧，楼下系有呢个新城电台啦，但系呢部船咧都系我童年嘅回忆嚟噶。因为咧，大家即系所有香港人啊，都知道黄埔呢度系有一个船嘅造型嘅商场嘅。大家系呢几年睇住佢唔同嘅变化啦，入边啲商场转晒啦，但系呢个船都系冇拆走过嘅。同埋咧，以前喺呢个上边咧顶楼嗰度咧系有个游乐园咧可以玩嘅。呢个系我童年回忆嚟噶。不过估唔到今日咧系翻嚟呢度咧系以一个歌手嘅身份翻嚟嘅做访问。今天有三四个访问在这里。你都敬帮我上力的歌手访问，这位叫歌手好耐冇见佢啦，问下佢发生咩事先。原来咧，咁呢首歌派咗去加拿大嘅一啲电台啦。咁然之后，原来系有一个听众，佢话佢上个月已经谂住讲拜拜噶，同呢个世界。然之后佢咁啱听到我派咗呢首歌，电台讲呢首歌。然之后佢突然间好认真去听嗰啲歌词，佢话佢得到一丝嘅力量，觉得可以拉翻自己上嚟。嗰下我觉得哇，听咗一半，哇，心话系咪真啊？咁夸张咁神奇嘅咩？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第一身嘅人，我都会有啲怀疑。但他最后说一句说话反而很感动到我的，就是他说唐妹啊，我都想祝福你啊，我和你的虽然的距离很远，但我真的想说音乐这件事是无分远近。哇，这句说话在我心里面，即你明明有时突然感动了，你的心里面又会忐忑了一下，这样融化了，这样这个感觉前了再一晚，即其实真的会令到我自己写低了这句说话在我的记事簿里面，即啊你记低这个特别的字。我会觉得你不要漠视你自己做的任何一丝的努力，或者你任何一个想表达出去的信息，你不知道哪一下是会帮到人，或者是做了一个好的事情。身边的同事说唐妹原来以前是申请做的事，是啊，之前是暑期工。哎，好 okay。然后其实在这做这首歌的过程里面，我感觉收获到很多爱。由朝做到晚，明天地图的这个宣传这几天已经暂告一段落了。我要回家吃饺子，因为我买了很多饺子。叮叮叮，我都不是买了一个包啫。即刻申請埋會員啊！15蚊包，呢個係我最中意食嘅餃子嚟㗎。佢啱先做波士，超級市場，簡直大癲啊！我俾你聽，新嘅口味嚟㗎，我忍住唔買。嗰個綠茶三文治嗰個好好食，我想講，真係唔得，真係唔得，真係唔可以買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好，去第度。吃什麼啊？我們這些很容易被期間限定的東西吸引住。我要吃這個，你吃出來。
相信办法能找到，捱过去能教你骄傲，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，你都脚步提起，日子不需预告，还是可开展旅程，和你会做到。